约兄弟的女儿去私人影院，却发现她在跟前男友联系。在这儿看电影啊？啊，这不挺好的吗？这大屏幕啊，完了想看啥自己选，这国内国外的动作片啥都有。咱不是看电影吗？这屋瞅着像酒店似的。这私人影院，这不有沙发吗？这儿，完了那床吧，就是看累了，完了临时躺一会儿，完咱俩那个坐沙发上看就行。我说对，我咋不知道？哈哈，没见过吧？嗯。啊，你想看啥？我给你调。我看啥都行。看啥都行。嗯，你恐怖片你敢看？那有啥不敢的？行，那我调恐怖片。行。那个电影挺吓人的，你害怕的时候你跟我说，别给你吓着。嗯。嘿，咋的了？没事儿。我合计我去趟厕所，我跟你说一声。啊，你去吧。啊，行，那你自己不能害怕吧？不能啊。啊，你别害怕啊。没事儿，你去吧。去哪儿啊？我送你。嗯，不用。不是，这天马上黑了，我送你啊。